方法称得上咏春拳的练功秘籍，无论高手还是初学者，木人桩法都是提高功力的有效手段。这个叫木人桩。木人桩，对，它在南拳用，特别是在练咏春的时候是必练的一个工具。很聪明，这个咏春历代高手发明了这种叫木人桩。那么看一下木人桩的结构，它这种结构呢，上面这是代表两只手，是啊，下面代表中间要攻击你的拳或是腿。这个木人桩啊，我们看这个木人桩，最重要是它是你一个是你的训练伙伴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当最好的训练伙伴当然是人，当没有人的时候是用你的这个用这个木人桩。木人桩呢，一共有108个动作，108个动作呢，包含了所有的咏春的技术都在放在木人桩里头了，包括了踢、砸、摔，啊，包括拿，所有的技术都放在这里。最重要有几点呢？第一点就是正你的手脚，第二呢，当你做错了，怎么样去改正你的动作？啊，怎么样去改正你的动作？我们看很多当我错的时候，怎么样去改正？怎么去改正？Yeah.